好，分就分，谁怕谁啊？小杜，小杜，这里呢？我要去附近最贵的法国餐厅，然后去商场买买买，然后去剪头发。切开了，你长发的样子最美。好的，开始为您规划路线。就他也能轻松接单啊？哎，又是一个因失恋而失心疯的女人。不理智的要求更能体现你们的大智慧呀！加油。走这条高架吃法国餐，稍等五个红灯，再走这道省五分钟啊！不不不，别管那家商场，失恋当然是要买最贵的。算法还是你牛啊！我们用时多少？0.1秒，盖得漂亮。一种导航方案需要导航吗？喊小度，小度，语音唤醒路线规划，秒级响应导航需求，智能出行更贴心。那么说，他现在单身了？放心吧。人类是不会懂我们这些算法和大数据的。百度地图，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地图。